知道男朋友出轨的这一天，我联系了他最好的兄弟。虽然在此之前，我只和他见过两三次。他的微信名字非常低调，叫 A B U R， 好像是跟他的小奶猫的一张合照。加油，还行。怎么？你现在是单身吗？你说呢？我在南华路订的酒店，你要来吗？哥哥，我不是兄弟的男人，马上就不是了。来我家吧。你吃饭了吗？要不要给你打包一份米线？这裤子可高，你问我要不要吃米线？真帅，以前见到你几次都是人夜场，他穿黑的或白的衬衫和里裸是这样亮的裤衩，在我印象里，历史上那些老板公子会差不多。今天大概是因为在家，他只穿了一件黑色短袖。看起来是像一个逃课的不良青年，身材看起来还挺不错嘛。你过来，是不是还没吃饭？老子半夜过来不是来跟你吃饭的呀！我到底在干什么？今晚这个觉还能不能睡成了？看来今晚是没戏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今晚当真不打算回去了？嗯。是你自己说要留下的啊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你喜欢厨房、客厅还是卧室？卧室吧，正合我意。拖这么快吗？我和你好好商量过吗？晚了，系统没有这个选项。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起舞，先做一个茧。您这个脸蛋 I like it 啊，真好看。我好像咬了你一口。是，抱歉。这次居然没有迷路，我还特地下楼等你。他们在一起多久？你该问你男朋友。我现在先去洗个澡，你在这儿等着我。莫名其妙，老子为什么要等你？乖，为什么突然感觉心脏跳这么快？Song